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这是第三点，由交通大学对上台湾大学。王姿文跟徐伟霆搭档对上台湾大学的郭子清以及罗丽婷，双方在前面的单打是先各拿下一点，所以后面的连续两个双打组合就显得格外的关键。2-1，哦吼，连续的往前进攻。这球刚好从两个人的正中间穿过去，哇哦，这个反应，哇塞，反手拍的方式直接打到对角，而且还刚好压在线上。哇，中间方向的扣球，哇，台大的郭子清跟罗丽婷，罗丽婷现在至少目前看起来实力是非常厉害的，以一个一般组的双打而言，这球打出了界外。中间方向加速，哦，中间打不穿，改打旁边，而且依旧控制在线内。6-3，啊，这球偏差比较大哦。王姿文跟徐伟霆，7-4。哇，好不容易交大有一个可以主动攻击的扣杀机会啊，但是被台湾大学非常轻易就化解开。这球爆，这球杀球得分，9-5。喂，这边想要故意放个小球，但是直接打到网子喽。台大再拿一分，10-6，差一分就能进入技术暂停。哦，目前来到4分差，哇，哇，这球反手。选择让他落地在界外，这边台湾大学拿到11分，我们也跟着进入技术暂停，看一下精彩重播。
后场的互拉，哦呦，突然一个加速打进场内。12-6，12-7。这球打出界，哇！可以看到台湾大学这边的郭子晴以及罗丽婷还是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攻势哦。就算是对手得分，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打出界。13-9。打穿中间防线14-9。志文把球不小心给碰出场外，哇！这边是选择让他落地出到了界外，比分来到17-9。这边王志文在回球上是挂网。哦呦！哇，这边台湾大学的组合，这边是有点抢拍哦，在整个默契上造成失分。这边王志文打出了界外。哇，连续的出现界外球，现在已经让台大组合进入局末点，这球打进场内没有问题，21。等一下回到第二局的比赛。欢迎回来第二局，在中正大学举办的全大运，现在交大跟台大1-1平手，在点数的方面，现在轮到了第三点双打，先由台湾大学拿下一局。
边罗丽婷的连续进攻。哦呦，这边连续的加压，徐慧婷有点扛不住哦。嗯，漂亮的杀球得分。切对角啊，这边看起来是交大有沟通失误啊。在第二局的开赛就台湾大学是4-2领先。哇，这边一个发球的挂网，这边罗丽婷是比较可惜啊。哦，这边郭子晴的一个突然加压，看一下这一球，这边先挑一个后场，突然的加压下来，打出界外，双方现在是平手。哇哈哈，做的漂亮的是罗丽婷哦。这球其实非常有技巧性。对，连续的三四球轰炸到他的身上，全部把他弹回去。而且双方6-5，台湾大学领先。这边再把比分给拉开到2分差。这边回击挂网，得分的是交通大学7-6。交通大学在去年的全大运的女团是获得第3名成绩，曾经在6年前的全大运拿到第1名。那目前在场上的郭子晴呢？在过去也是参与了台湾大学的女子团体赛，在前年的全大运获得第3名成绩。罗丽婷同时也是参与台湾大学非常多次的全大运。哇！一打进来就打出界啊！这边徐伟霆回球的挂网，11-7，进入到了技术暂停，我们先休息一下。
啊，这一球薛岳廷打出了底线。今天看到比较多的都是在画面上半部，或许是处于顺风的位置。啊，我没有下去打，我也不知道啦。但是今天的确是很多很多的选手都在上面的位置，对，打这种高远球都会飞出去。哇，这边在王之文的部分回球的时候是挂网。这边突然往右边来做进攻。嗯。13-8。哇，这边王之文发球的失误，造成了失分。哦，突然放一个短的。哇，啊，这边自己在切球的时候发生了失误，对，比较可惜的。想要变一个节奏哦，对，但是没打好，15-8。这边打出界，哇！看到王之文，其实在过去几球的处理上哦，都稍微有些瑕疵，但是在这一球，是换颜色哦。这边是徐伟霆一个成功的回击，分数来到16-10。这边王之文选择让球落地，但是裁判判定是界内。刚刚是郭子晴一个精彩的得分，双方7分差。哇，放个短的。这边罗丽婷放一个短球，哦，成功拿到分数。徐伟霆回球挂网。这边罗丽婷的反手有没有掌握好？在第三点的比赛，女子双打，台湾大学目前只要再拿下2分，就能够顺利拿下比赛的胜利。是，团体赛就是比谁先拿到3点，谁就赢了。对。哦，连续重扣。对角线的攻击没有问题。这球虽然王之文是向前去接哦，但是没有成功掌握到球，来到赛末点，放一个短的，哎呀，这球郭子晴比较可惜了。目前双方8分差。这边回击失误打在网之上，所以也代表交大的这个组合是落败哦，台大拿到了他们在团体赛的2点。待会比赛这场结束，场地整理过后，我们为各位观众朋友献上的是第4点的双打比赛，由交通大学的蔡文馨还有吴雨欣，对上的是台湾大学的张嘉玲以及苏怡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第4点比赛。